着王子韩台北报道，大马女神紫叶草的新歌莫名其妙爱上你 MV 找来网红这群人跨岛演出，双胞胎贾蓉和展瑞同时向他告白，面临二选一的情况，紫叶草笑说，我觉得爱情的观念就是追求唯一，如果有二选一的情况会去考虑的话，那就不是最好的。一旦真爱降临，应该眼中只有对方，看不到其他人。莫名其妙爱上你出自认识黄明志之手，他大赞黄明志很厉害，每段时间都会写出少女心大喷发的洗脑神曲，希望这首歌能托黄明志的福再创佳绩。谈到告白经验，四叶草自曝学生时期较有胆量，看到喜欢的人会主动出击，现在则走顺其自然路线，更坦言自己是老灵魂，常常为身边人解惑爱情的疑难杂症。四叶草新歌莫名其妙爱上你走少女浪漫风格，亮能文创提供。四叶草自认有老灵魂，亮能文创提供。